点半，三点两个六了，站立。最详细的站立对了。哦，所以从上来从站立修到民主，不是讲那是在家啦，讲那我们不要动那个念，动那个念啊，我讲八个念，我讲往大个念歪，往八百大个念歪了。所以有这个上来站立，啊，修到民主。啊，上这机关，大头啊，啊，上到大关，奶奶两面吧，嗯，好，上关就对了啊，上到大关安尼啊，咱人从机关过到，啊，爱大关，大关进驻啦，大关进驻，所以办事时阵条件爱心意，嘛爱心意，当随缘自在，啊，自在随缘，随缘自在，啊，自在随缘啊，大关，好啊。即个去代工吼，啊，足艰苦诶！是啊，真正足悲观咧，啊，即工课才歹做，啊，排面过少，工课足难做起来。哇，我讲，我开始写话了，讲十单，哦，即十单是啊，写十单哦，啊，搁要大件啊，哦，足悲观咧，哦，啊，反正我足不准诶，真正拢关联内底啊，足不准诶，就对啦。啊，你讲咱投了奖金是必要，一段时间个，做无得钱啊，咱只爱时间等去啦。时间会搞中间哦，袂客啦，啊，做手机到人啊，啊，就甲门关啦，甲门关啦，甲心都放大，甲门关啦，啊，啊，其实今仔歹做，手机今仔歹做诶，哦，今仔歹做啦，一个家己是怎哦，我真心要体会讲哦，过去六千岁，伊诶人生方面，伊诶困难度，即个较体会着啦，即个学习啦吼，啊，将过去。修到啥呢？哦，将过去啊修到这啥水洗的啊，水洗，水洗。过去就是一个人啊来看掉，一个来看掉，啊来看掉呢。我来做主张，恁爸爸特别听。恁来经过昆明市龙岗哦，迄个大桥的，我妈特别能，大家记住好。啊，家己用物件砍掉啦！啊，过去就是讲话，咱的心理用物件砍掉，才讲过这个啦。哦，咱若经过，咱分到边边去啦，吼，有一款哦，咧把家己用物件砍掉。咱大声有一个这个店啦，啊，甲阿姆啊，伊嘛知影，伊本身嘛分边边去啦。到这他家己用，他家己用，再是对家己用物件一分讲。企业生气哦，那大叫，这艰苦对啦，头昏昏脑顿顿，这艰苦安尼啊。像我三哥人没事不困啦，我咪暂时跟你不落讲啦，暂时不落讲啦。啊，别人我这里个今天个不落讲啦，会把搞掉你啊，大叫安尼，这艰苦诶。恁过去从心底哦你啊，大叫，欢迎别出来，随时。啊，所以别人想到渐渐慢慢慢过去，过去这艰苦。啊，过节应该是蛮高的嘛。过节，另外过节嘛，发达，再改个店嘛。啊，过节的光发达，再一个钱，比你再一个那个钱，光比发达更大。啊，再什么怕这个色要改掉了呢？过节，啊，那个心不行，一定要大掉了呢。所以咱今日是得，你看嘛，你这个过节是要随时，啊，将这个主书。
因人生的需要，哦，因人生的需要，对啦，是嘛？我长以咱后边个鸟，我无甲我遐条件保得当哦。什么条件？伫国外、台湾、国内，就是什么条件？国内就是以后咱什么条件？伫国外、台湾伊个预告啦，哦。当然是国内是金嘛，啊国内金也够有用，啊国外台湾就无啥问题，啊国内的金也够有用，啊国外台湾就成问题，啊出国就是来开钱，哦出国就是来开钱，对，啊钱也是，旅游车、大陆钱拢啊，来讲以往的以往的大陆钱拢就是钱，啊不然的大陆钱拢就是旅游车上代资，啊代资了。哦，啊，这开头先拢拿两块嘛，所以讲安尼做还是非常的困难。但是这个价格两块是水也无输，啊，你首先讲讲讲，你这个主输进到这个三两布心，哦，啊，主输不能贪，啊，布心有点贪才能栽，啊，才能栽就对了。啊，这种栽两块钱，你讲呢，越做越好，干啥呢？你赚赚点钱嘛，啊，可以用到伊的发心，哦，用到伊发心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怕啊，有这个。点靠长弯，这是男子的特色，啊，男子的特色。还有呢，做工的风格呢，是当然这个是广东干的，当然特别流利啊。哎呀，如果风格呢，啊，如果流利，啊，你刚才做工以前哦，你个人是什么风格呢？也是想要来看一下，啊，去到国外来看哦，调节太极来看哦。不要被他们给伤害。我看到不知道怎么的。现在今天哦，我进山了哦，那我看到工人各方面标准，啊，把英国方面标准啊，那我给我那个想办的，我把那个想办的，那然后那个给他定了，因为家还有个别种定的那样，那我点多我的那个。讲起来是啊，家己有心无用，啊，但是心哦，也该清嘛，心也该净，加了净的啥落来，啊，所以话你这里面内容讲啊，道理是讲起来，你讲一定话对无正确，啊，对无正确，但是在咱出去到国外读书，毕竟是一个学生哦，比较啊，较会当去了解，啊，较会去了解，相当调整这心理，啊，调整过来，调整这环境，啊，调整过来，必要的话。啊，真厉害哦！那个嘛，反正你讲反正不要紧哦。三下袂好势，啊三下袂正哦，行下袂三下，啊所以今日我阿妹可能飞去到遮，那不信，啊讲不正的所在，也讲个几万块的原因，几万块的成绩，年轻嘛，你当了解，你想将个心态来讲。感谢王年，春天回到宫，春到宫，一举激发相夫妻母亲三级功名，全到一宫，在宫，三宫，感谢王年是一宫，感谢王年是一宫，春到一宫，在宫，三宫。感谢王姐的慈悲功，感谢王姐的慈悲功，一起直教全道一功，再功，三功，直教王姐的慈功，送教王姐的慈功，分道一功，再功，三功，直教王姐的慈功，送教王姐的慈功。我的上就是爱自身实践，一定爱安尼啊。所以呢，在这当中呢，当然这个哦，在这三段呢，头啊是经书小书在讲论述当何所为，皆不着解决。二呢，翻用小书在讲说书并不皆不着，在讲物件。到底应该两个小书什么都没有，对书。对物教教无，所以呢，若要甲讲，
咱会当去甲联想做一个体会。修行学者爱做什么事？做善事，对吧？人呢，安那不执一物，有法度达到心性解脱。当时啊，综合所有的公司，所以咱应该做善事。人呢，无执着理了物，因呀，所属一物执不着，所以心中绝对袂使执着了任何一切的物，所有的叫咱叫做善物。迄个都毋是物件，是心物。迄个心物就包含作法，包含作法，心中的意念，一切念境界，所有一切的念，迄种叫做物。而且有法度达到心性，通达出来叫做空，落入到两个境界，幻无分体，所以。这三个拄仔好是事物到通达，都在讲咱的心性。自性无形无体，应该应该相信。咱的心爱空而无物，所以就在讲快乐相思的所事并不接不掉。而这个心本身就是在作任何之事做善事，那安尼个是。有离开三项目，诚信心没有，所以这三都要在讲从信、信、信三者一样。啊，那有在讲信，为什么都要用这个这段合并三个？啊，三个拢讲无的哦。头前迄事大，对条条无事，拢有心中的意愿，条条这三个心中的意愿没有意愿，是开悟现象。所以应该想说，拢讲空，拢讲无的物件叫做性，无形无相。反用想说，在讲心叫做物，所以说事根本就不叫心爱空。平时想说在讲当和所不爱做性事，所以在里头你了解就赞成。重点多在这三项面，这是无法给咱报告，啊，无法来感受。对了，对甲唔对呢？这咱甲大家呢？加上咱的智慧呢，去加做一款这个体会，或者我甲咱报告到这啊。当然呢，咱第一次呢，因为今仔日人员也无介济，啊，要留呢，可能留不了，无就是人吃，干要留？要留无？过年就要留无？在咱咧算一站多啦，算一段多拢讲一届。啊！啊，后尾人，后尾人来，后尾几位来啊？我今日一定若要喝来嘛，是会使喝啦。要喝嘛，使喝啦。啊，着三段，啊，着要做一个讲也会使，啊，要分段讲也会使。因为到这互我讲，其实这三段若做一个讲，就是咧讲咱的遐物件。对无，当和尚不在讲书，就是咱在修行，不在讲清楚嘛，对无？说书又不接不掉，你在讲心灵，个心爱宽嘛，二在讲咱个心啊，所以三者是心心的物件，所以呢，好了，无有理会啊。阿仁啊，哎，第几位？我，明天无来，今日来，唔知啊。啊！恁就变，啊！恁变学甲，学甲，大家拢哦。今朝钓明王先生，哦，不钓，哦，严重嘞，最好。我今仔恁就换七针啦，会使换七针。我恁先换七针，啊，无过，过恁就过体会较一面，啊，过开过讲。哦，应该就对了。不，走未去，两个，再来一个。我啊，这只无来，明年无来。无来，你叫着我。哦，你妈早点，我哪有时间？啊，就来分神。
嘛是我，你我唔来啊。哎，我唔知我唔知。啊，你唔是讲哦，合家村恁两个嘛是一边黑。是啊。啊，就真着讲，真着讲，来讲对啦。我来讲雕像。不然呢，今日咱就搁切个扎起来，安尼去红布啦，所以安尼好啦。这个工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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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